但是现在跟那个新疆的朋友一块去吃饭，在这个乌鲁木齐，然后我们要去石人沟。先介绍一下司机，他叫古米，是老家来自和田，维吾尔族。这一位是哈萨克族，他叫瑞伊扎，对，瑞伊扎。然后我是阿雅，阿雅，我是齐太太。Hello， 我是胡宝。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农家乐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就这么多的新疆朋友一块吃饭，我这以前最多就是两个，现在有一二三四四个，两个 KJ，两个 UG。我其实不太懂什么是 KJ， 什么是 UG。KJ 是哈萨克族的一个简称。哦 ，KJ 是哈萨克族。KZ 啊 ，KZ 的话就是柯尔克孜了。Yes。哦。那你们平时就是都会这么叫吗？对，或者就是你不要太 UG 了。不要太维吾尔了，是吧？对，就是不要过于保守死板，就这种，就自我调侃嘛，就没有恶意。就是你像我和我老家河南，是不是就 HN 了？不是，不在这个口，你们是口里的，口里的是吧？对，你们是这口里。口里的这个词儿是不是会有一点贬义？没有，是吧？除了新疆之外，甘肃往里边都是要口里人。对，口里面在那个口里，包括内蒙古的。那西藏呢？也是口里。哎，找一个师傅是 UG 的那种烤串师傅，那就好吃了。但是新疆不太讲究什么食客、宾客啊，对，随便坐。当然，全都是我男朋友。Hello， 你好。他叫阿聪。好了，你的男人挺事的，我们都见了。你拆线了没？哎，你见了没有？我见了，Hello。你们就点你们想吃的，你们想吃的就是我想吃的。我们天天都吃。对。你先点吧。这个是新疆都会有的，让客人先点。嗯、你们都能吃辣吗？还是能？太能吃了，能吃了。我们可爱吃辣了。我点老虎菜吧。我也点一个好一点的，一般在新疆不算菜。我就意思一下。那你一会儿这也是新疆特色嘛，老虎菜。现在换了个地方，这边更安静点，暖和点。上菜了。这是什么？蕨根粉嘛，蕨根粉。对，来，这是不刨冰，占为己有的另一种方式。疯狂刨冰。怎么吃米饭的蛋呢？点一个吧。就是我免费的。免费的哦，对，对想起来了。这是伊宁的特色，沾点水，哎，沾点汤，这是伊宁的吗？是新疆的吧？新疆的都有，但只是新疆美食没有，所有的白面是伊宁的。比如说克拉玛依产石油，对吧？嗯。库尔勒产香梨，然后我们是奇台就是产小麦。嗯嗯。你知道河南产什么吗？产美女。产玉啊。错了，产的是世界上最倔强的人。对，就像他一样。就是和田人，就是在新疆都会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犟，跟和田人一样。我说咱们驴吗？那种，脚硬那种。我说咱们好大的，脚硬的。维吾尔族是有方言的，嗯，然后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和田方言。能不能？你学一下，学一个和田方言。好大的天，不是你不是带大吗？我买菜那个带大的。就是词儿说的密，但是最后一段是要拉长的。我们其他人不是讲良音官话吗？嗯、然后我再把那个跟和田相结合啊。嗯。哎，你们不放不放？我们有哎。就是因为汉语它本身就是简短发音，嗯，它跟维语不一样。哎，这个老师怎么这样子呢？得给好多好多零分。就那种会拖，哎，我喷了嘞。就是红绿刷卡，啊，红绿跑车。这个算是南疆比较多的吧，是吧？对，现在我在西安我都吃到过，还挺多的。就是你们去了新疆之外那些城市当中，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地方，或者美食？我觉得天水、厦门，我最爱云南，我最爱天水，感觉天水给我的印象还是蛮好。大理和三亚，大盘鸡，大盘鸡来啦，我面面来，你看我是。Rahmat， Rahmat 就是谢谢。谢谢。嗯，
哈萨克语跟那个维吾尔语都一样吗？拉赫梅特，就音调不一样，但是其实一个词。嗯，那你们平时怎么交流呢？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？就直接说，串着说，都能听懂一点。有些时候汉语表达不出来，用维语表达。对，就是你用哈萨克语，他用维吾尔语，你们可以是能大概听懂，大概能听懂。嗯，但是如果你觉得尴尬，你就用汉语回复就行了。我平时都是用汉语回复，就是那种河南话、四川话。他你讲你的四川话，他讲他的河南话，两个中国人是听得懂的，对吧？今天也是我那个好久没有回到新疆嘛，然后见到了我的朋友们，你们作为我的朋友都聚在一起，我特别高兴。我是很喜欢我的朋友们都变成共同好友的，因为以后我结婚了的话，你们就会说都会在对都会哦，有他，哎，你们几个一桌，对吧？对，这种感觉很好。我们到时候都会发一个视频过去，希望这样的日子多一点。嗯，不是单身。这四个在座的各位都有对象，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只是有对象并不是有枷锁。再一次欢迎阿聪来到新疆，谢谢，欢迎到新疆，希望明天一路顺风，谢谢。你这个刨冰带酒吧，像是马奶酒。你喝得惯吗？我还挺喜欢马奶酒的。欢迎阿聪来到新疆啊！欢迎阿聪，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新疆。三二一，欢迎来到新疆，耶！哇，这里就是我们过来释放压力的地方。对，给我们把风挡起来，围起来。一家把一家灯够不够？把一家把一家。灯够木叉安布雷，哇哦，把一家搬家，真好，来合个影吧。祝我以后越来越有钱，越来越好，希望30岁的时候能有一番事业，耶。灯够木叉安布雷，灯够木叉安布雷，开心快乐。来，这口红色，来，快点，我保护你。啊，你恋爱脑吗？你就说那个谁，我爱你也行。顺利顺心，长长久久，健健康康。哇！啊，给你了，给我了，还钱。对，还钱，还我的43万，赶紧还钱。啊！今天是最放松的一天，我爱你们。啊！我们也爱你。今天我们在石人沟的山上放烟花，然后也去了我们的农家乐，很开心。也欢迎我们的朋友阿聪来到我们的新疆。谢谢。祝我们五个人以后会越来越好，有对象的跟对象好，没对象的赶紧找对象。然后呢，祝我们有大钱赚大钱，然后身体健康。祝我们明年也能聚到一起，年年年年年年有余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